我们对日方同台湾地区实施海上联合训练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，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。日方曾就台湾问题向中方作出郑重承诺，包括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，不支持台独，这是日本必须遵循的立场和原则。我们敦促日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，立即纠正错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在东海、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，不要给台海和平稳定和中日关系制造干扰。